大家好，我是王小平。今天我要教长焦选手最基本的长焦打法。长焦最主要的特色在于和反焦的性理完全相反，能够在比赛中迷惑对方。对方下钻球到你的反手位时，将球拍立起，拍型根据来球的下钻程度进行相应的调整，手臂向前拱，在处理上旋球时向下轻挡来球，因为长焦的性理能制造出下转球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有关长焦的问题，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。